哎呀，好的，那不看，您展示一下。为什么大家这么开心啊？不会，不会就是吧？我只有一句话哦，我替台上一个人很想你。你能再说两句吗？替台上的很想你，替台上的什么人很想他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台下粉丝原棒颜色突然换是，哦哦，没事啊啊，换色了。等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啊。替自己说的，这是场外啊。哎，有点场外了，有点场外了，太明显了。不是这么多颜色，哪场外了？不是，他是突然换的，他是突然换的，我看见颜色，突然换的。搜下眼猜猜。你再说一句吧，小熊说了一句就，你再说第三个要让他再说一 句，他替台上的人很想你，说明台上有关系。对对，台上谁没关系？是关系多一点，关系多一点，跟宋茜有关系吗？也算吧，特别好，关系特别特别好，哪种好能抱在一起？宋茜说，哦。你猜猜呢？猜猜了，是我们队的吗？你再说一句话吧。再说，求你了，求我了，特普求你了。我们台上有人即将去他曾去过的地方。啊？为什么我猜不到啊？无关了，我。哎，零点猜到了。我看到了，我不能说，我刚偷偷看到了。那你帮小熊再说一句话啊！我说再说啊，我怕说错啊，随便说，你自己挡。我觉得没我高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你刚穿了他的鞋子，增高。哦，谁啊？好。无聊，我猜到了啊！我也猜到了，无聊，猜到了吗？那让宋天远说，那我来揭晓，段神啊！怎么会有？那台下那乐棒咔就换了，就一下子我都没看到。对，我怎么有别的队的？嗯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，